看我在这个滑梯这里发现这边有一个汉堡的机器人呢，他好像是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哇，哦，这个好像是个黄金的鲨鱼吧。然后这边那个汉堡机器人，哎，它这坏掉了吗？这个下面这里应该是可以变形的，等一下我给它变一下。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黄金鲨鱼，哦，小心点这边。哎，应该从这边掉下来的，为什么？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好像是个爆炸战争三角龙吧。不过这边好像有点危险，等一下我们再过来拿。我们先把这个汉堡从这个滑梯扔下去，看一下会掉到哪里。哎，哇塞，哎，看一下。哦，掉到前面了，所以那个黄金鲨鱼也会掉在前面吧？我们还是先拿一下这个三角龙吧，从这边这里，哎，我去，哎，好像是一个红色的东西，掉到下面去了。哇，这个先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从这边，哇，这好像有点难度啊，哇，哎哎，哇，终于爬上来了，哇塞，超超的一个黄金的霸王龙，哎，哎，但它好像少了一个武器，哇，捡到一个黄金霸王龙，放在下边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它的腿竟然断了，哎，应该是没有坏吧，它应该是可以安装上的，安装成功，然后我们拆一下这个实验包，看一下能不能拆出一个。这批哎，什么 ？LGI 呀，黑金的，然后是哦，3D 在这里一个怪兽哎，阿斯特龙。然后我们去找一下那个汉堡的玩具，刚刚那个汉堡掉在那里了，然后他就从这，哎，哇塞，这还有一个可达鸭哎，它应该是可以动的吧？这有一个开关，哎，好像就坏掉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爆炸战车的动力推土车，哇塞。还有一个武器，规律可能超强的。